讲求获利的一个时间点而已，所以我希望我在未来15年或12年的时间，我能够把我生命有限的去感受生活。因为我很喜欢种花种草，包括你们看到的这些花插花的地方都是我插的。那会接触版画的关系，是因为我刚好有这个空间，因为我的事务所不需要那么多的空间，因为我。隔壁那栋一楼加起来就60平，够我用了，所以这个空间是我多出来的。那刚好在台湾有一些艺术家朋友啊，我就跟他们聊，我的空间怎么去用它，不需要生产，但是至少要能够活起来。活起来的意思是说，至少这里要有人气，至少这是一个有帮助的地方，是个有益的，对生活真的有帮助的，而不是说。